全世界都在流行一个新的舞步，叫年巴达。这个年巴达舞啊，这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这个美好啊。我们研究了很久，希望在我们节目里面一个呈现，邀请到一位年巴达公主，蓝心湄小姐。飞哥，哎，连小姐你好，你好。你说我什么叫连小姐？那个年巴达跳得非常好，这样。飞哥，你跳年巴达，每次来。来这个节目都一直让我这样牺牲，我再牺牲下去怎么得了啊？可是那种牺牲，您认为是一个牺牲吗？观众都拍案叫绝，对您的舞蹈。你们都很不公平啊！好端端的这个姑娘，这每次都叫来跳舞啦，跳舞就跳舞嘛，我跳我自己的舞那也就算了，偏偏每次到一半又要安排她，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每次都安排你来跟我跳舞，我又不能好好跳，每次都一定要有参你。哦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是假如我参在里面呢，反而会碍手碍脚。对啊，我就不晓得你在那边干，在这个节目是干什么。干什么？我是希望能让这个画面更协调。这年巴达这个我研究了很久，我们是不是？我不要啦，我不会跳啦。我今天是要来给大家来一段精彩的舞蹈，对不对？没有舞蹈啊，我只是要来跟你还要跟大家聊聊天嘛。为了这个避免，因为您是特别来宾嘛，对，到我们节目里面来，刚刚所提出来的抱怨，为了不再破坏您的画面，是不妨碍您的表演，我想我就先下去了，好吧？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女主角一定要配一个男主角啊，你看吧，英俊潇洒的男主角。说男 K， 不是我来讲啊，对不对？今天这是他自己需要邀请我来的。对了，所以你看飞哥真的是多重要，很需要。你来帮我介绍一个那个林壮维。哦，你是叫我来报幕的呀？啊，还是需要一个男主角，但是不是我的。嘿，不是。我倒要看看林壮维。来，看一下，快点报一下。来报一下幕。对，报一下。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位。你干嘛？你卖什么？欧嘎拉飘啊！哎，欧嘎拉飘，欧嘎拉飘了。卖什么了？蓝心湄郑重介绍的一位新人林壮维先生，来，大家好。哎，不要怕，飞哥。哎呦，哇，跟大家问候一下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飞哥好。你好，师姐好。好，师姐是真不容易，师姐出马了啊。这个林壮维啊，他的特色我来稍微鉴定一下。好，他的外形呢，按照道理讲，非常适合现在青少年朋友的胃口，非常的酷。哇，飞哥，准，你真准的。而且裤子呢穿得很挺，我还没讲完，非常的酷。而且呢，非常具有叛逆的个性。哇，铁嘴，这就对了。而且不但如此，从他的外形判断起来啊，他应该是属于电动王的，电动王子，对不对？哇，飞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为什么介绍到后面变电动王子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老实讲，林壮维我跟他太熟了。哎，他有个外号叫 OK 王子，可能你还不晓得。OK 王子是什么 ？OK 啊。OK， 就是一种电动玩具的冰果。哇，林壮维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丢人现眼，我带你来这边干什么？你怎么会去玩电动玩具呢？那飞哥带我去的。哇，你怎么可以讲真话呢？飞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不是啊，这个 OK 跟一般电动玩具不一样，这必须要有一点技巧跟耐力，跟毅力。那个东西要用智慧的，不是一般人所看的。像你听过 OK 没有？没有，没听过吧？现在这个是从以这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引进的一个，真的这样，是一种很高级的，很高级的一个游戏，高的电动玩具。林壮维打得非常好啊，真的。我们在那边认识的，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年轻人不错，怎么会辗转到他们公司去？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？同一个唱片公司啊。哦，就是同一个唱片公司而已啊，他不错啊。真的，对啊，所以我今天带他来这边嘛。不只是如此，而且他这个人他非常冷酷啊。是，哎，我每次坐他下家是被他盯死的，哇，壮维，你再让我丢脸了，我带你来丢人现眼的。不过说实在，这不能怪他，他不知道他今天会成为歌星嘛。是是。那个时候我怎么教你的？早知道现在当歌星，你那个时候都应该过他水，放他一点，对不对？过水，哎，你也是内行嘛。哇，你还知道过水啊？不是啦，这是。叫以后你要为了自己铺路嘛，我不会打麻将嘛。哎，对，他不会打麻将，才怪。多谢你，这个林壮维，平常讲，没想到是你们同一个公司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师姐对你那真的是这个情意深重。对啊，青梅从来没带过这个男歌星。对，没有新人没带过，不管男女都没有带过，这是第一次。哎，这是第一个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青年。我们这个
非常这个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。谢谢飞哥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难得的画面，邀请到蓝心湄呢，又为我们推荐林壮维。是，两个人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？对了，我们两个人就是所谓的女主角、男主角，带来一首《从今以后》。从今以后，对对，好啊，慢慢唱。晚上我在 OK 那边等你。我不去了啦，飞哥，我不去了。欢迎他们的歌曲。是否你也相信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俩终究相遇？告诉我，是否你也盼望下雨的晚上，我们俩真心的一起走向远方？我的心情眼里躲藏，有些话好像不能不讲。告诉你，我的温柔无法包装，只有如此，如此坦白向你表达。感情继续流浪，从今以后，我要承担你的孤独梦想，陪着你快乐悲伤，分享着所有的希望。心情眼里躲藏，有些话好像不能不讲。告诉你，我的温柔无法包装，只有如此，如此坦白向你表达。让你的深情继续流浪。